我已经决定了，给你6%的股份。年底之前，你就可以成为合伙人了。韩总，明年是牛年，我的本命年，我想礼包你应该包得更大一点，8%怎么样？值得的。本年度最有价值 CEO 奖获奖者是牛飞先生。 有一只老鹰，看见蜜蜂在这个花丛里头辛苦工作，它就取笑蜜蜂，说你每天如此忙碌，你知道蜂房里那些可怜的蜂蜜，哪些是你的劳动成果吗？蜜蜂说：“我比不了您呢，您每天高高在上，我只要看见蜂房，我就很开心了，因为我知道至少有一滴蜂蜜，那是我的劳动成果，我就是那只。” 蜜蜂，希望各位注意如下几个问题：如果客户出了麻烦，各位，你们的麻烦将更大。所以我再说一遍，各位，注意跟你们客户的交流方式。他工作非常出色，但是他像个机器人。 对人一点都不友好。行了吧，我们每天都在工作，我们星期天都要加班，每一个春节都是在办公室度过的。但是，那怎么办？我每天也待在这儿，也很不近人情，但他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完美。什么事儿？说，我想，哎，我长话短说，我想给您借钱。 Grace，以后看清楚是谁再通知我好吗？你现在去给他拿2000块钱，告诉他不用再还了，OK？ 牛先生，又谁啊？还有一位杨琪小姐给您打电话。杨琪？需要我来处理吗？不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她是我以前的女朋友，我们差点结婚。 他们是大学同学，牛飞为了自己的事业和他分手了，他们都觉得不能活好了。大哥，哎，大哥，您多发财，多当官，您多子多孙。 多福多寿，顺顺当当的，您一顺百顺了，您那，大哥，这是杨琪的画廊，虽然在同一个城市，无数次经过这里，从来。 成了我爸爸。大人们常说人死了会去另一个世界，可谁都没有去过。牛飞也在想这个问题，他一直在问自己：我死了吗？
件事，他要确认自己是否还活着，去找自己从前的生活，他要回到从前住过的地方。哎，这儿不让停车。你怎么跟我说话呢？不想活了是不是？哎，怎么了怎么了？刘工来的正好，这是你找的人吧？啊，这谁啊？这是老顾，你看看我是谁。对不起先生，我们这里可不接受推销。我是推销的，老顾。把咱们看好了，这早晨出来可没吃药。第二件事，寻找他曾经辉煌过的地方，他的公司。开门。你有事吗？今天休息。你不认识我吗？第29层，等于一层都是我的。我是个 CEO， 把门打开。开门，开门。你不认识我吗？我是他总裁。这儿老总我哪个不认识啊？你等着。告诉你，他要醒过来，尽快回到从前，但现实不是他想的那样。站住！这来劲！哎，二位有事吗？你想干嘛呀你？不是你们想干嘛？你滚蛋！我告诉你，我真想抽你！我告诉你，我可没梁琴那么好的脾气啊！好好教育好他。你先把手松开。你这样连累朋友，你知道吗？梁琴给我们两口打电话的时候，肠子都快哭断了。你干什么你？你说你怎么回事？我没事，我工作上的事儿没有。那你就是跟梁琴。梁琴是我的老婆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刻脑门上了。哎，我让他废话。哎，不是，你说轻一点，行不行？我问你个问题，我有个孩子是吧？中年危机。什么中年？不是你，你不能这么把我叫来。媳妇儿回来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这样，我跟你没完！我告诉你，我再问你一个小问题，行不行？哎，你。你听我，你哪儿去了你？我给所有朋友打电话，我给所有医院打电话，我就差报警了。我兔兔血亲肯定知道了，一小时200块了，你怎么能就这么跑来当着我妈的面？你听我说两句行不行啊？咱们好好说。我，哎哎，那你去哪儿了？金融街，我上金融街了。我在那儿上班，上班。你总是不肯听我解释。我是一个 CEO， 我住在御景豪庭，我没有结婚，也没孩子，我有一辆保时捷。我这个新爸爸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现在这个生活，但是又能怎样呢？你怎么不肯听我说呢？我是一个 CEO。满意我没有啊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委屈你行了吗？何必说这种话呢？根本谈不到这个问题。我是一个CEO啊，每次学琴都是你带他去，他没有你他学不好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他早上哭着跟我说，爸爸是你因为我把他吵醒没睡好，他就不高兴了。你怎么回答他呀？姐，我知道以前我有话，但是你说后来的变化，你必须听我说。你换上衣服。我确实有同学聚会该迟到了。啊，
这是什么同学会？我说句话啊，真是的。我提议为我们这次聚会的发起人刘飞干一杯，好吧？好，来来来，杨姐，刘飞怎么还没回来啊？杨姐，你去找一下刘飞。对，来来来，行，咱们先尝一尝。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干嘛呢？我不去了。你干嘛不去？我们每个人说句吉利话。那我确实不知道。我也没说。我在我的美食专栏里头强力推荐了你那儿几个菜，而且就指明只有你们家浴场餐厅里头才有，多好呀！我们家杂志那么好，那这餐厅肯定跟着火，多好的生日。即使在梦里，无论如何，他也无法接受身边的一切。我爸爸才开始怀疑这才是真实的生活，原来那个白领的生活是个梦，他开始慢慢的接受现在的生活。妈妈说小孩子坐在前面会有危险，妈妈让我坐在后面。事儿吗？你从哪儿来？什么？你不是我爸爸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。你说的非常对，我根本不住在这儿，我没有结过婚，也没有小孩，我是一个 CEO。我有辆保时捷，我甚至于平时连眼镜我都不戴。那你为什么来？我不知道啊。那我真爸爸在哪？你问我，我去问谁呢？你是外星人吗？因为我的这句话，他又相信这是在梦中了。可能吧。反正不是一个世界的。干嘛？你别揪我耳朵，干嘛？你的开关在哪儿？什么开关？你吃饭吗？你充电吗？别的小朋友说外星人站在太阳底下。
姐，您看他在屋里又抽烟又喝酒，弄得屋子里是乌烟瘴气的。您脾气好啊，我可受不了他，给你扣他工资。哎，你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呢？啊，不但不干活，背后还说人坏话。哼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化妆，也不知道给模特梳梳头啊。你干活，我就不干活了啊。我在的时候屋里可干净了，正是这个你甭管啊，甭成这活，这整个店里所有的活哪活不是我一个人干的？你干活，我就没干活了。让你看见，你干嘛啊？整个一场我爸爸后来说，这繁琐的生活让当时的他彻底绝望了，哪怕失去生命，他也要离开这里。能看吗？您说呢？那这个有我的号吗？你说呢？你们这怎么回事儿啊？有这么对待顾客的吗？你们老板呢？但是当然没有人管啊！这件你就能穿？只剩下一些细节问题，干嘛呢？马上就会解决的。我的心情。当然，取得的这些成绩和业界朋友的帮助，上午、中午、下午，心情好吗？请允许我再次隆重介绍一下，因为我今天上学的时候得了一个小红花，嗯，真棒。明天接着得啊。嗯，妈妈，那你心情好吗？妈妈心情不好。为什么呀？你猜。我不告诉你。应该说含金量很高的。
活在梦里，但是这一切都太真实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看表了吧，阿阳？还没进门我就闻见了。你说你就那点酒量，你喝那么多，难不难受啊？再喝两杯就好了。娘亲，这么多年，你怪过我吗？先生，您对着装非常讲究。爸爸，哇，好漂亮！漂亮吗？老公，你好帅啊！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帅。嗯，感觉舒服多了，好吗？太让我吃惊了你。好，不要。好的，先生，帮您包起来。包上吧，开个票。好。妈，还想打劫呀？你套路西装八千九。哎，杨姐，杨姐，可是咱们连票都开了呀。这一瞬间，他又犹豫了。说你，人家门口那超市什么都有，又便宜，非到这儿来买，什么都贵。瓶矿泉水都贵一盆啊！别叨叨了，行不行啊？你知道我日子过得有多糟心吗？我每天早上起来5点钟，闹钟一响我就得起床，先倒垃圾桶，后送嘟嘟上学。好不容易到店里了，一帮胖老娘们找我毛病，还有你妈，你那伟大的妈，我亲爱的丈母娘，叨叨叨叨叨叨，我招谁惹谁了？我本来我可以口1000倍，实话实说。我已经做到了，是你自己的选择吧？你早干嘛了呀？杨琪，我告诉你，我有这个权利。我给你这个权利，我给你这个权利。你有本事现在就去垃圾桶里把那票捡回来，然后把它捋捋平，微笑的对服务员说：“哎，我真的就要买这8900的破西装，我用的是我女儿的医疗基金，我是她爹，你管着吗？我有这权利，我为了让自己舒服一点，帅一点。”你去啊！你去啊！他为了等待那个机会，他不得不忍耐。
的心活，他让我买中午饭，多念你去吧。你不是带回来吗？我什么时候带回来了？哦，过我进，饭我也买，你干什么呢你？哥，上货。神经，房东太太好。哎，熟。老板，饭我去吧。哎，你看看我也去。哎，你用不了俩人吧？老板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。嗯，哎，托尼，嗯，吃点葡萄吧。我不吃，不吃。吃点嘛。我不爱吃葡萄。哎呀，西瓜真挺的。哎呀，我真不爱吃。哎呀，嗯，嗯，喜欢你什么吗？我就喜欢你这样子。站着站着。不是不吃了。那个房东太太，我问你个事儿啊。咱俩是怎么回事？牛哥，你终于先开口。提这个事儿了，贤哥。牛哥，你说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呗。是。我在上班，给你准备点好吃的，你待会儿过去啊。我。暴晒一天，什么没钓着。我看你这也什么没有啊？你这个钓鱼者耐心点儿。哎，春瓜，哎，你知道我那房东大姐吗？就那个老穿成那样那个。知道啊。你想说什么呀？她好像还真是对我有点子意思啊。又不是一天了。哎，这回当面说了。脸对脸，当面跟我说出来。你想干嘛呀？我没想好。我没想到你也是这样的人。我是哪样的人啊？男人嘛，对不对？有钱没钱一样啊。刘飞，咱俩可是多年的哥们儿，别怪我没提醒你啊。你媳妇人不错，别后悔啊。我怎么了？我就，哎，咬钩了，咬钩了，哎，咬钩了，你看，哎。哎，这怎么着？这个，哎，你他妈咬钩了！哎，我看到了。哎，疼不疼了？不疼了。
你刚才说居然，我没说这事。你说居然还爱着我，居然。我说完了，居然。哎，哎，小陈，你口不合理。居然。爸爸又犹豫了，那一瞬间我爸爸相信现在的生活是真的，那种白领的生活纯属是他的妄想。精神分裂绝对是精神分裂，轻度的，现在社会上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，也就是说谁奸商啊？我信您，您上哪儿告上哪儿告，联合国告去好不好？哎，你干嘛？我跟你说，你还别躲着我。我真是不能退。你是退得退，不退谁也得退。这退不了，对不起大姐。真是啊，好。哎，大姐，大姐，哎，不是，我是老板，退不退？您跟我说。少废话，给我退了。蒙谁呢？瞧不用，这整个一个孕妇装啊，上下一边松。把我当水桶啊！什么把您当水桶啊？还您本人说话水桶。哎，大姐，您帮大，您帮大了，您你说什么呢你？大姐，大姐，您帮大了，您听我的，大姐，您说退咱就退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可就一样，我刚才看了一样，其实您穿这件衣裳挺好的，就差了一点事儿。您看，我给您比划，就这么条腰带，把它这么一拦，马上又显出腰身来了，又显出高贵的气质来了。大姐，您照镜子，您甭盯我，您照镜子，您看，哎，哎呦喂，老板，您真是妙手回春呐！是啊，这腰带多少钱？这腰带428。那打个折吧。那就给427吧。这不能打折呀。那这根本就不能要您钱。你说谁让这腰带跟您这么合适？这怎么能跟您要钱呢？白大姐。哎，老板，咱不赚钱，咱不能赔钱呢。那就赔，我乐意。我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？瞧见没有，这才叫做生意呢，多仁义啊，知道吧？不是仁义，这太好看了，您穿上真是，我跟你说真是好，真的，当然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爸爸觉得自己正常了，不再妄想了，他要好好的生活了。我和妈妈都很开心，决定送他一件礼物。但是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。结婚纪念日快乐，老公！结婚纪念日快乐！怎么样？这我在淘宝街淘的，跟你上次喜欢那西装简直一模一样的，料子稍微差点，但手工还行哈、啊，喜不喜欢？喜欢喜欢喜欢，多谢老婆。我的呢？我的呢？我的呢？来，我们的礼物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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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准备。胡说八道！你去年就那么骗我的，快拿着，快让爸爸拿快递礼物拿去。拿礼物去，拿礼物去。我真没准备。加在这里，好，好，吃。
再拿一个。讨厌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日子还不得看人怎么过吗？对吧？哎，咱们曾经过得挺好的，是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反正我一直觉得挺好。咱们上大学的时候认识，相爱，后来我怀孕了，你又没去成南方，咱们就结婚了，买了一个房子，房子压力还真挺大的。你原来在那个单位工作也不太顺心，再加上我爸也去世了，所以你干脆就把工作给辞了，跑来帮我妈的忙，打理小店。其实一切都还算挺不错的，你说呢？之间的差距太大了，在幻想中我非常非常自信，但实际呢，我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。我谁没这么想过呀？我就这么想过，我如果没有嫁给你，我要没有这个家，我现在会在哪儿啊？我干什么呀？没准我自己都开一画廊了，总比现在当一小破编辑好吧？这么说你很能理解我是吧？当然了，但是如果要拿你和嘟嘟去换，要拿咱们这个家去换的话，我才不愿意。你愿意啊？我不愿意。那不就得了？这一刻，他有一种莫名的感动，这种感动是他在白领生活中从未有过的。干嘛呀你？我翻过去再给你看看。哎，你行了。没问题，以前不都这样？小心点儿。哎，哎，怎么开着呢？这有锁呀，原来。不对呀，姐，不是这条楼道。怎么又不对了？要这条的话，这儿应该有一水房啊。水房呢？谁说的？水房在那个楼道呢，你看。胡说！我连水房我都记不住。你就是记性不好。应该早过。你看，你看，那不是你们男生宿舍吗？那不知道什么记性。那是男生宿舍。当然了。不许提男生宿舍啊！我告诉你。我跟你说了啊，我不听。你不听也得听。我不听。那我坏我。不行不行。你让我买去送给你的，我只能在楼下喊：“牛飞，你花钱让我买的水果，我给你送来。”
过瘾吗？过瘾吗？四年大学跪了包醉赢这么一回，还紧叨叨，有意思吗？活该，谁让你那么虚荣。反正我告诉你，我这心里有阴影，到现在没结婚。是啊，在哥们面前丢份了，你看着办吧。我知道你最近一段不太顺心，也许是因为我对你关心不够，也许是因为店里的情况不太好。哎呀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。反正我就是想说，我真的特别想帮你，但我真的帮不上忙。跟你没关系，杨琴。我是要我自己。怎么失败了，宁飞？你还记得你上大学的时候有多优秀吗？要不然我能看上你？哎呀，生活中不可能都是尽如人意的，不管发生什么，咱们一块面对不就完了吗？我相信你，你也应该相信你自己的能力吧。想想办法，什么都解决了。小事业也是事业。咱们一块完成它，好吗？你就记住一句话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不管你好你坏，我都会和你在一起，永远在一起。通过妈妈的鼓励，激发了爸爸奋斗的勇气，抛弃那种妄想，让全家的生活向他的梦靠近。大家，托利，完了完了，别咬了，别咬了，说事说事说事啊！哪去了，托利？他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经甲乙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。也就是说，从即日起，每人6%的股份。6%，6%，看你看，这还没当老板呢，这个不说商量吗？对不对？没说就怎么地啊？干什么这是？我一个魔性。看看两位，继续。还有条款。那不对，那不行。看，我干好了8%。8%。八。八。哎妈呀！错在后头。哎，这不是错，不是你资本，这是我。辛苦，老板。哎，注意安全啊，哥几个，注意安全。哎，玻璃挺花的，花的挺不错的。楼盘已经全部烧完了，卖完了。是的，卖完了还摆着干什么呀？哎，小姐，就您说那个景观最好那套，那是哪套？我们新推出的这款，请跟我来。意大利的贵着呢，也不见得好。什么叫精装修啊，小姐？精装修就是你们家跟我们家完全一样，一点个性都没有，对不对啊？我们的装修绝对是顶级的，每平米的成本达到了10000，品质绝对是一流的。不是8万它也没用，这跟钱多少没关系，小姐。您想啊，您怎么出门不穿的跟全城人一样啊？全城人穿一件衣裳的，好看吗？不好看，对不对？这，先生，我相信您只要好好的努力，将来也会荣誉的成为我们的业主的。是吗，小姐？
嘿，你是不是瞧我们两口子穿成这样买不起啊？不能这么说话，你知道？你见过什么叫好吗？不是，我跟他说两句。哎，你知道什么叫好吗？这叫好啊！啊，立抖立抖的，看景都得这么看，这叫好。不是，我跟他说，我没说什么呀，对不对？我没跟他计较，就这么密啊？这叫楼吗？就跟扣一堆戳子差不多，这叫楼啊？这个你房跟他们家开的是？哎，你说的对啊，凭什么我们好？在我爸爸积极努力向他的白领生活前进的时候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没想到那个时候，一个机会来了。你是老板？怎么？没事。对，我是老板。麻烦你啊，我想给我太太选几件衣服，你能给推荐一下吗？好啊，您给我来。我想您太太应该不太喜欢她艳的颜色吧？您看这件怎么样？这个出入个场合呀，参加个活动什么的，可能还凑合。你怎么知道这件衣服适合我太太？通过您就能看出来。难怪呀，我太太指示我一定要到你这儿来选衣裳。啊，那么麻烦你再给推荐几件。哎呀，谢谢谢谢，还让你亲自送出来，我们家都快成你这显瘦的分店了。瞧您说的，应该给您送到府上去。哎呀，太客气了，您忙。哎，潘总，最近那个国际并购项目费了您不少神吧？哟，连你都听说了？我是看财经新闻瞎看的。哦，您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日本加藤公司呗。虽说您已经签了一项性合同，可是根据加藤公司做事的方法呀，他们肯定背后捣鬼，就是偷偷加钱呗。不过上限也就是2亿，您稍微留点神。我看你不光是看财经新闻吧？以前做过投资？没，我打字儿打过字儿。哎呀，那你这是人才，在这浪费了。哪儿？哎，看，以后有了新货，直接给我打电话。哎，您放心，见韩总。啊，好，希望再见面啊。好嘞。哎，再见，韩总。慢走。虽然那是个梦，但是他觉得自己离那个曾经的梦想越来越近了。哎，我说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，我跟你那儿买20000块钱代金券行吗？要这么多？谁啊？我是这么合计啊，凡是在我那小店消费满500块钱的老大姐，我一人给张。女人嘛，喜欢个小恩小惠，我给点好处，她不更稀罕我吗？谢谢啊，哥们儿。嘿，这话说的。是哥们儿就不能说谢。干得不错，行啊。我将来要干的事儿，比这大1000倍。加藤那边背后捣鬼，我们事先估计的12亿已经是他们的底线啊！谁想到他们又加了2亿？我一早就觉得加藤有问题，您看。现在果然吧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出去吧。他们肯定背后捣鬼，就是偷偷加钱呗。不过上限也就是2亿。我能冒昧的问一下，你这个小店一个月的营业额有多少钱啊？韩总，就这么个小店，他的营业额。您真感兴趣吗？那我会对什么感兴趣？人。聪明啊，你真是太聪明了。好吧，年轻人，那我就开门见山，有话直说了。我非常欣赏你在投资方面敏锐的嗅觉，我有意请你到我的公司来工作。至于报酬方面，我敢说会超出你的想象。韩总，谢谢您。很愿意为您工作，但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我不希望挣那两个打工的钱。我想直接进您决策层。那我得看看，你到底值多大的价钱。
其实我对盈利模式倒不感兴趣，我在乎的是这个游戏规则。因为游戏规则是人制定的，我们做生意是跟人做呀。一件生意所有的变数其实都在于人。在投资领域，商业眼光这是第一位的，没错。但是，这仅仅是个开始啊。肥肉人人想要，怎么把肥肉拿到手，这才是真正的较量。就比如说吧，公司现在的这个合并收购项目，对方老板这个心态非常非常微妙，要不然怎么会家庭公司那边说一撩拨，这边马上心惊腰荡的？那我们怎么办？您说呢，韩总？我们跟着加价？我觉得太幼稚了吧，那。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可是，韩总，您交给我办吧。既然您把我叫来了，您就相信您对我的判断。相信，相信，相信。好，太好了啊！哎，你们接着聊，坐着，坐着聊啊，聊你们的。在他梦中的生活向他一步步靠近的时候，他又迷失了。苏打，我找了份新工作，赵姬伟业的运营副总。那人凭什么要你啊？我也没想象到能住这样的房子，能挣大钱。杨琪，我告诉你，而且年薪吧。杨琪，你怎么一点也不兴奋啊？还有带薪的假期，还有年底分红。什么时间去上班啊？明儿呗。但是呢，得先去趟法国，那有个项目得盯着，不过就两个人。哎，杨琪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你连商量都不跟我商量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我不想给你个惊喜吗？那所以我就应该欣喜若狂，高高兴兴接受你的安排，对吗？你知不知道你要走两年呢？两年很快就过去了。问题是我不想跟你分开。嘟嘟正在长大，他需要父亲，他不能让你离开。你不能因为就要证明自己的能力，证明自己的价值，让我们所有人都去适应你吧？哎，我这么做可不完全是为我自己，也为你，也为嘟嘟，这也错了。我不想跟你吵，这地方我不喜欢，让我透不过气了。他又开始抉择了，他又开始犹豫了。他以往的几个抉择都是错的，到底哪个是对的呢？我送你到车站，我当时觉得咱们肯定是完了，可没想到你刚到广州就翻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对啊，你跑到我们家，突然间出现在大门口，那才叫给我一大惊喜。老公，我今天态度不太好，可能其他女人听到这种事情吧，都会特别的高兴。也只有我无理取闹，所以我刚才想了想，我觉得还是应该支持你才对。我一直觉得咱们这辈子可能就这么过去了，你开个小店儿，我写个专栏，咱们一起看着嘟嘟长大，上大学，嫁个人。我还真没想过咱们会突然暴富，这感觉太不踏实，太没有安全感。反正我可能为你想的太少了，你毕竟也是个男人呢，不能老为这种琐事儿牵扯着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那份工作的话，你还是去吧，我们等你。其实当年你就是想去南方发展的，只不过因为我，你回来了，我不能老让你去牺牲吧，所以我得为你做点什么。反正不管怎么着，我就想让你知道，
我爱这个家，我更爱你。我面前，我爸爸最终选择了那种莫名的感动，因为他体会到那是一种幸福的滋味。你别看着我，我跟你说，你别看着我，一会儿你又哭了。你自己也知道，广州机会多，为了咱俩的将来，等两年值。刚找的那么好的工作，丢了多可惜啊！我向你保证，就两年时间，一眨眼就过去了，啊！一群废物，白痴！这就是你给我准备的资料。说我养活你们这帮废物有什么用？我连一支能写字的钢笔跟铅笔都没有，赶紧去准备，快快快！刘先生，您有事儿吗？潘总。你我之间不必有这么大敌意。没什么事儿，去准备开会吧。今天可是你的大日子。其实我今天来是来帮你个小忙。你知道对方老板喜欢什么吗？一二三四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哎，老公，钥匙。慢点开啊。来，走走走。走走，快，要迟到了。爸爸，我肚子疼。你要不愿意上体育课，可以跟爸爸直说，但不许撒谎。不想上体育课。体育课对你很重要，啊，多多，小朋友来到学校，每一门功课都很重要，不能偏科。
你要这么不乖的话，那爸妈该不高兴了。去吧。在我爸爸不再妄想过着这种踏实的生活，决定努力打拼的时候，我却出事儿了。哎，哎，是我。嗯。挺乖的，不知怎么了，今天一下跑去跳绳去了。你别说了，你明明知道我这外孙女有心脏病，为什么还要让她做剧烈运动啊？啊！别道歉，道歉什么也没用了。我告诉你们，万一出了事儿，咱们法庭上见。你说什么？嘟嘟有心脏病？决心坚定了他的职责，共同度过难关。他觉得我们三个在一起更重要。范仲大夫说了，就看嘟嘟这几天恢复的怎么样，如果能恢复最好，如果不能的话，就必须做手术。只有咱们一起，挣了我妈的钱，你还有什么其他钱吗？我哪还有钱啊！真没想到这手术这么贵，我哪去凑？把房子卖了。我不是没想过，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，说卖就能卖的？再说了，卖了咱们睡哪儿去？来啊！哎，春哥，哎，刘嫂子，来，进进。嗯。坐坐坐坐坐。打银行一出来，我就觉得一孙子跟着我。我媳妇聪明了，使这个。低调。这个可不是给你们的，是给孩子治病的。也不是给的啊，是借的。我们家的家底儿全在这儿了。谢谢。我爸爸在这时终于明白了，朋友给的不仅仅是友谊，更是一种力量。我一猜就是你，除了你，我就不认识别的姓刘的。哎，怎么着？进去争一争，完了打两圈。不了，我找你有点急事儿。坐坐坐坐坐，坐。猴子，那咱们就长话短说啊。实在是张不开嘴。可是我家里啊，真是遇借钱。这有什么张不开嘴的？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拿。猴子，猴。借钱 ，Grace， 以后看清楚是谁再通知我，好吗？你去电脑聊，手机也关着。什么春花大字啊？刘子刚才干嘛呢？他说你也没等他，他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，就给我打电话，把咱们差的那些钱全送过来了。老板，哎呀，可找到你们了，孩子。
这是我跟佟经理的一点心意，哎，也不多。你们俩可得注意身体啊！你们俩累垮了，那孩子怎么办呢？我爸爸后来说，就是这些普通人给了他这36年从未有过的感动，让他感受到了另外一种生活的美好。嘟嘟，爸，哎，不怕啊，嘟嘟，爸爸在这儿呢，啊，不怕。爸爸，我上体育课了，你不生气了吧？怎么会呢，嘟嘟？爸爸不哭，爸爸给我讲个故事。小蜜蜂拿着一大桶蜂蜜回家，它飞呀飞呀，结果飞到半路啊，碰见了一只老鹰。这老鹰啊就笑话小蜜蜂，说你拿着这么一大桶蜂蜜，你这什么时候才能到家呀？小蜜蜂说老鹰，我虽然没有你的翅膀，也没有你飞得快，可是只要我坚持，不怕刮风下雨，我甚至不怕受伤，我就一定能够飞到家。嘟嘟，你就是那只小蜜蜂啊，什么都别怕，坚持住，好好养病，就一定。还有利息呢，像什么都没有钱。来来来，烤个酱，还有四个鱼。哎呦，你瞧瞧人家这媳妇当的，你瞧瞧你。哎，怎么了？我老公喜欢我懒。啊，我喜欢他懒。你看这话说的。我送你四个字儿：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。你老板，老板，别再生气，实数嘛，八个字儿。就是，哎，我说两句啊。首先，我代表我们全家感谢大家，真的非常感谢。还有就是我们的嘟嘟出院以后啊，知道我们要聚会，特地准备了一个节目，哎，准备了好几天呢。一会儿表演的时候一定要热烈鼓掌啊！鼓掌鼓掌，必须必呀！说了啊，我们家杨琪说过，重复啊。就我们家嘟嘟这事儿一出啊，最近我是想了好多。哎，其实我跟杨琪我还叨叨这事儿呢。其实咱们每个人都一样，大早上起来一睁眼吧，总得问自个儿这么一问题：
说咱这跟斗把似的，咱这奔什么呢？这是，是吧？您想要什么呀？哎，都得问这么个问题。反正我琢磨来琢磨去啊，归根到底就一句话：把日子越过越好，是吧？尤其像咱们这个啊，人到中年，这都一半都过去了，什么都是扯淡。一半呢呀，反正我现在是这么看啊，咱们喝好这后半半，哎，对了，后半，后半半。站一会儿。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我会觉得突然特别害怕。你说这要是一觉醒过来，身边这一切全都没了，你跟嘟嘟全都没了，怎么办？怎么会没了？这里抱这么紧，那没了。讨厌。万一真的没了呢？你打算往哪儿跑？哪儿跑都给你逮回来。回到现实，以前都是错的。他爱妈妈，爱我，爱这个家。这时，一切又全变了。全都是梦，真正的现实生活才开始。你醒了，快躺回去，快躺回去，我去叫大夫啊！我家里人呢？家里人？没有什么家里人，我就想让你知道，只有您单位的人来过。好了，快躺回去，我去叫大夫啊！我更爱你。爸爸，他是。
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他深爱的女人，我的妈妈，抛弃一切，去找回曾经梦里的生活。谁呀？你们住这儿？我们不住这儿，你住这儿啊？那你们认识杨琪吗？谁？杨琪。神经病啊你！老公开门。韩总，那我就说了，说。各位，公司的情况 ，Chris 跟我介绍过了。我认为首先不用慌啊，不用慌，好像我们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。其实我们现在主要考虑的呀，就是一个人的问题。这个人是谁呢？就是对方公司的老板。只要把他打通了，日本公司加价，他没有机会的。据我所知，这个人一生中啊有两个最爱，那第一当然是他的公司了。第二是中国兰花。太好了，马上去法国和他们沟通，我给你派最好的团队，满足你一切要求，立即出发。对不起，韩总，我去不了，我有更重要的事情。哎呀，眼下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件事情更着急啊？我真是有太重要太重要的事儿了。对不起，韩总。对不起啊，各位。对不起，韩总。王总。大哥，等一下，大夫，等一下。哎哎，滚远点！算了。您多发财，您多福，多福多寿。您顺顺当当的，一顺百顺的您嘞。走吧，快。怎么是你啊？他都哪天给你打的电话了？你今儿才来呀？他人呢？去机场了。我爸爸通过那个梦境，终于知道了人活在世上还要有爱。这是刚才开会的时候王总提出的一些改进建议，你下去落实一下。好。哦，对了，活动都已经结束了，海报怎么还不撤下来？赶紧撤下来。好，是啊。喂，哪位？是我。你怎么会有我电话的？无论你跑到哪儿，我都能找到你。我联系过你，你秘书接的，我以为咱们再也联系不上了。你知道我在哪儿吗？就胡说八道。行了，我不跟你开玩笑了，我正忙着呢，再见。
到底想干什么？以前是我不好，太不懂得珍惜了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我是真想跟你在一块儿。你觉得你现在说这些有意义吗？都已经过去了。其实现在咱们这样挺好的，还能做个好朋友什么的。你说呢？我还有个会要开，我先走了，以后再联系吧，拜拜。杨琪，我们结婚吧。但是你会先认识老人，咱们会有个女儿，虽然现在琴弹得不怎么样，但是将来会弹好的。咱们家有一棵树，虽然现在不高，但是它会长高的。虽然你讨厌我，但我没关系。哎，燕姐，哎，你这围脖歪了。哎，我是真想好了，我卖特大号女装，我们开个小店，肯定赚钱。牛飞，我很感谢你能跟我说这些话，但你别期望你跟我说了这些话，我就能跟你重归于好。咱们已经分开那么长时间了，你突然间站在我面前，你觉得我能接受吗？再说了，我还有我自己的生活呢。我想看最后的谜底，揭晓最真实的答案，与昨天都无关，别以为纠缠。总有未知的要等待，总有值得的人期待。如果他要离开，他只属于人海。我们都猜不透的明天，沉默的在另一面，等我们经过终点，望着怎样的脸。我们是停不下的尘埃，穿梭中相遇从前的生活后，现在的他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牛飞了。36年了，他终于明白了，到底要坚守什么。